王赛因为打法火爆、技术全面而被称为火麒麟。他曾进入过 UFC 打比赛，也拿到过多条金腰带，实力不输李景亮，只不过缺少一个证明自己的时机。这是王赛在云峰对决的一场比赛，对手是塔吉克斯坦拳手巴哈。比赛第一回合，两个人以试探为主，巴哈多次主动抱摔，并且试图做出降服技术，就被王赛压制在了身下。王赛把对手举起来往地上砸，破解掉了对手的三角脚，并且以避免砸拳控制了比赛的节奏。到了第二回合，王赛将对手拖入地面，击头打腹，以连续的地面砸拳直接将对手 TKO。 比赛结束。